学任何媒体未经授权转载。喜欢请转发又么么哒。昨天的幸福三重奏中，众人围坐吃饭时，大 S 发表了一段包虾论，趁吃前一定要男人帮你包好，不然就不吃，引得汪小菲、江宏杰、陈建斌都赶忙给妻子包起虾来，场面非常搞笑。不过却引起不少网友讨论，认为大 S 又犯公主病了。大 S 今日向媒体解释，家里之所以有这样的规矩，不是故意定下来的，只是因为徐爸爸小时候疼女儿们，所以家里吃虾的时候就顺手给孩子们包好。家里的姑丈刚好也是十分贴心的男人，也会给姑姑们包好虾，所以家里慢慢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，用包虾来观察男人细不细心。难怪大 S 听到福原爱说小杰在家也是我帮他包，一脸震惊，怎么可以让你包呢？听到大 S 这段理论的几位先生们反应得很快，立刻争先恐后给太太们包起虾来，也是很有觉悟了。大 S 还说，其实这套理论汪小菲也是第一次听，他过去并没有说过这件事，因为他自己也不算很爱吃虾，如果没有包好的虾他就自然的不吃，而汪小菲之前也只以为他是不爱吃虾而已。不过这次之后，汪小菲回去该会怎么做了？汪小菲和大 S 闪婚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看好这一对，但是现在两人却恩爱又默契无间，看来与大 S 的御夫术很有关系啊。微信号 LoveMiss 喜欢请分享，么么哒，一起唤醒 logo 了。各位闺蜜认准正版以学术的严谨看娱乐，最有料的娱乐研究者 CN 的免责声明。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